团 BAP 的成员文中叶晋级以个人身份参与了选秀节目 Pink Tie， 他在初舞台中凭借优秀的唱跳实力惊艳全场，也勾起了 BAP 粉丝们的回忆杀。当年 BAP 出道时曾推出多首热门歌曲，成员们的实力也不俗，却被经纪公司搞垮，就这样错过了黄金发展期。随后成员们有的转型成为演员，或是 solo 出专辑，要公开合体实属不易。不过成员们私底下感情仍相当好，去年成员永才入伍时五人特意聚在一起为他送行。日前文中叶也晒出了与成员们的合照，透露这是永才入伍后的首次聚会，似乎是为他参加节目而应援，令粉丝们纷纷感动直呼真的很想念大家，希望还能看到这组合回归啊。